Hello Kitty 可能是有史以来最萌最迷你的太空人了。今年为了庆祝40岁生日，搭上迷你卫星飞上太空，从太空中给地球上的粉丝送回温暖的信息。为了纪念 Hello Kitty 40周年， Hello Kitty 决定把它的魅力散播到地球以外。画面中可以看到从太空所看到的地球，还有化身成4公分高的 Hello Kitty 太空人，正在配有电子留言板的卫星窗口前，把讯息传回给地球上的粉丝。这是 Hello Kitty 的制造商与日本政府及东京大学合作发展的计划。今回のプロジェクトの目的は、安く早く作れる超小型人工衛星を用いて、人工衛星利用の新しい市場を開拓することなんですけども。研究人员还费心地用特殊涂料保护小小太空人，在太空中不会受到紫外线、宇宙射线和真空的影响。その宇宙仕様のキティちゃんが乗っています。至于 Hello Kitty 搭乘的这颗卫星，只有大约50公分见方的大小，相当于一个大型垃圾桶，是日本文部科学省所赞助的4000万美元计划的一部分，